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今天呢阳光非常的好哈。现在烟台的天气呢真的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，中午的时间呢可以说是最暖和的时候啊。我们的小猫咪呢都在懒洋洋的晒太阳。邻居这一身膘手感真的不要太好啊，撸毛就要大手的撸哈，你吃肉一样，吃肉就要大口的吃，撸猫就要大手的撸。看看，哎呦，小腿叉的，哎呀，这大鸡腿，哎呀哎呀，越撸越翻滚，看见没有？哇！那么咱们呢，趁着中午这会儿阳光明媚哈，把我们的小兔子拿出来遛一遛。正好呢，小黑给它下面的粪呢掏一掏哈，这已经时间不短了哈，让它干净干净也。顺便呢，让它出来晒一晒太阳。